毁掉我们家的东西，竟然让你觉得很爽，根本就不配活着。今天你将迎来你的惩罚，而我也能够得到我的解脱。不是，是你爸爸说，你爸爸说。谁？你爸爸说，我是你儿子，走。之类的东西，对不对？所有谜题不是明面上这一种解法，对不对？告诉我！我和你不一样，我不喜欢玩弄被审判的对象，所以我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的花样。但是，至于到底有没有别的解，这就要看你自己了。别的解，不合调解的双方，最终会被仇犯所杀死，除非。除非不存在双方，哎，就无所谓调解了。Mi ordenador me dice que hay un programa de mierda que no me deja apagarlo. Il y a un problème avec ce programme. J'ai rencontré cette situation l'année dernière.大家稍安勿躁，审判还没有结束。复仇女神是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位叫李希福涅，她主管仇恨的最终诉求那就是报复。她身有长翼，头发里全是毒蛇，那些毒蛇会钻进仇人的身体，游遍每一个角落。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一样，所有的仇恨都将会被清算。在清算完成之前，所有人都无法离开，即使你们关机断网，你们的信息都会始终停留在这里，继续完成我们的审判。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自欺欺人，最好是留下来好好的主动进行接下来的选择。哦，或许我还没有说清楚，最后一轮将要参与游戏的是我和在座的诸位。没错，是我，一年前的幸存者。诸位一定没想到我会再次回到审判场，而且角色变成了审判者。是的，接下来还有一笔仇恨的账要结算，那就是我和在座的所有人。我们
お前が誰だと思うか、甘えすぎるんだな。お前が一人で組織に対抗しないか、バカだぜ。Что ты все таки хочешь делать?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清算所有的仇恨。В чем ненависть между тобой и нами?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привлек тебя на суд мертв. 不，他只不过是个棋子而已。他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真正主导这一切的是你们躲在屏幕后面的这些懦夫。你们就像阴沟里的蛆一样，只会躲在阴暗腐烂的角落，为每一次变态畸形的行径而兴奋的扭动。Не разглагольствуй, ты знаешь, мы скоро тебя найдем. Тебя убивать – это пара пустяков. На наш взгляд, ты слаб, как личинка. 我当然不怀疑你们能力，但是我也完全不担心，因为我之前说过了。所有的仇恨将会在今晚被清算。Как ты хочешь это сделать? Что ты можешь сделать? Неужели лезть в интернет каждому из нас и решку навести? 复仇之人可以是无形的。Тогда давай поживаем, увидим, как долго ты можешь притворяться.Don't forget, you have a son. Although not biological, you still got at least a little love for him. 是的，小雨是我唯一重要的人。So you're not afraid your son is in danger? 但是我已经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You know it. We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ere do you think he can escape? 我把他托付给了值得信任的朋友，即使是你们。也会害怕的那种朋友。Bitch, whatever you want, you and your song and your friends just ready to die. 连线的时间先到这里，你们一定还有很多的疑惑和问题。你们也可以质疑这一切的真假，但是时间有限，清算现在开始。今天在游戏开始之前，我做了件小手脚。诸位在下注的过程中，你们的 ID 和 IP 都被我锁定了。你们今天只要下过注，钱从你们账户流动过，那么你们的账户就等于对我敞开了大门。你们暗网里所有的钱我都可以轻松地转走。现在你们暗网里所有的钱已经被我存入到了公共账户里。是的，没错。这些钱对你们来说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一直自诩为神的你们第一次尝到被凡人戏耍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吧。嗯，或许你们可以趁我在没有把所有钱转走之前提现，这样或许能给你们带来一丝丝的尊严。叮咚，温馨提示，但是动作要快哦。
一直以来，你们自诩为神，利用普通人的阴暗面进行诱导和放大，把一个个世俗的错误夸大成罪孽，然后以审判的名义来满足你们变态的喜好。这算是什么神的行径啊？你们都是赤裸裸的魔鬼。今天就是你们万神殿崩塌的一天，今天就是诸神的黄昏。张眼也好，黄歇也罢，他们今天将会化身为复仇的烈火，将你们全部吞噬殆尽，你们全部一个都跑不掉。是吗？你们觉得我找不到你们？是，现实中你们可能大腹便便，可能斯文柔弱，可能道貌岸然，也有可能自己也是被别人欺负的对象，仗着有网络这层虚拟墙的庇护，仗着反正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就肆意的行凶，自甘堕落。但是就在刚才，这道虚拟的墙不存在了，因为就在你们疯狂提现的时候，这道墙被你们疯狂的摧毁掉了。这个陷阱真的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容易就上当了。确实通过暗网我没有办法追溯到你们真实的信息，但是你们从暗网账户往自己真实账户提现的时候，这个通道就会暂时的打开。我预先安装了木马程序，当你们提现的时候，这些绑定你们账户的真实信息就会自动的回传给我。对了，最后我还要送大家一份大礼。啪！是的，是的，没错，没错。现在全网都看到了今天晚上的审判，所有人都看到了，是你们这群人进行这样残忍的事情，而且你们所有人的信息都会暴露在网络上。网络曾经是你们的保护伞，而今天它将是你们的行刑架。你们身边的所有人都会看到你们真实丑陋的嘴脸。你们费尽心思隐藏丑陋扭曲的灵魂，所有人都会知道。嘿，逃吧，拼命的逃吧，或者跟我一样，静静的坐在电脑前，等待最终的结局，因为我也是个罪人。但是我不会再逃了。
小雨，老爸要离开你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老爸要付出的代价。随着你的成长，你可能会去试着搞清楚我和你张岩叔叔的故事，我有这个感觉。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搞清楚了这当中的恩恩怨怨，答应我，千万不要选择以暴制暴，以错就错。不甘和愤怒只是感性的潮起潮落，不要被情绪轻易左右。小雨，永远要记住，让这个世界变糟糕的不是不公，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善意。善待一切，你就能看见美好。